草坪的长夜班替推动烟池松乡有一个基金存的60年的快通，乡内生研究每位生命村头为是合乡下，还可替乡内游庄来为民众祈福。在外五台中轮值的村民每位准备米食来参加的，因在疫情停办的2年，没想的懂得为民众来是平安间。恁厝堂内都有自泡的山，包括咱玉清宫遐条国泰美味神明，当年长一班做外地全乡来养生，迄慈善乡最重要的宗教民俗法通。长一班古天都遐有游街，都遐国泰美味神明出来游街。养生故乡慈善乡全乡要我本座五台庄来轮值，今日领导冯延春，村民准备四家福开料理来烤养生的鱼，尤其迄店家还较希望做个家家来食食。代表一世一旺，一世一旺。如果来他一吃比较快的话，就一旺。因为佮条咧枕头吼，佮条当辛苦，所以个条都当当个以前个条都准备个时间，不一条仔细一下。更努力把这样的一个庙宇文化跟观光可以做一次的一个融合跟结合。只让熊公说讲，所以天使们以后落得一模诶，乡亲还是当热情。将近60台的五十钱的暗船，无多一点钟就本他家是枪枪，他家先我这个命，他那么